好，我们现在再着重介绍一下这个，秃鹰 XP007 的夹具啊。我们前面讲到了它的这个夹具呢，就是既可以夹，就在这个位置呢，可以夹民用的钥匙啊，也可以呢，在这个上面夹一些那个汽车的钥匙。这个汽车钥匙，咱们知道这个小奔驰呀、小福特，有的时候它夹不上，就是夹在上面爱松动。那么这个位置呢，夹这个福特啊。就是这个夹福特夹奔驰钥匙是非常牢，是非常牢固的啊。它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这个夹具的两面它可以进行切换。怎么进行切换呢？我们将这个固定螺丝口去掉，去掉呢，咱们可以把它取出来，取出来咱们反面上，啊，反面上上来的话，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面上面，我们可以夹这个奔驰钥匙啊。在这上面，我们可以夹这个奔驰钥匙。这上面也可以夹奔驰钥匙，它夹的也很牢固。而且呢，当我们把夹具反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上面，我们可以夹圆筒钥匙。夹圆筒钥匙，我们可以来进行圆筒钥匙的切割。这种夹具呢，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大家知道，就是过去的一些这个利器机呢，这个夹具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它的中心轴或者说是两边的夹具，它会来回偏。但是咱们看一下，咱们这个的夹具，它下面有两个螺丝，还有侧面还有一个调节。当我们发现整个夹具有偏差的时候，或切割钥匙左右有偏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三个螺丝来拧动，哎，来对它这个夹具的左右面进行校准。这个呢，就是初步我看的这个秃鹰 XP007 夹具的一些特点啊。